比亚迪仰望汽车今日官宣了一款百万级新能源旗舰轿车，定名仰望U7，这是仰望汽车品牌的首款轿车。新车采用了超跑车型仰望U9类似的家族风格前脸设计，配备时空之门造型的前大灯组，引擎盖上同样拥有颇具力量感的线条。该车号称拥有超千匹马力，采用创新型气动设计，车尾采用溜背式设计加贯穿式尾灯组合，并拥有E4防技术加持。